胡歌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拍点照吧，随便拍照。拍点照是拍风景还是拍美女？其实2005年我跟你们演戏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是拍人比较多。对，但是拍了你们以后，我后来就改拍风景了。董副总，你拍过了最好的人物，你就只能拍风景。突破自己，我们的美只有大自然可以媲美。两个人好像购物专家。所以就是我觉得拍完你们以后，我在人像的领域已经到达一定的高度了，未来二十年就无法突破。我懂你说的是真话，因为我真的很美，我真的很美。祝你好运。你今天胡哥，你今天留了胡子，觉得好啊？好大哦！你咋这么大呢？今天彩排的时候，娜娜看着胡哥盯了半天，然后说。你这胡子是真的吗？胡哥说：“我来上个快乐大本营，我为什么要贴个假胡子？”他有时候不是有你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胡子长成一个这么连起来很难的连起来的一个。你们可以不要在我脸上晃来晃去。好好好，哎，不开心了。那我站秦昊前面，不能讨论你的胡子。这个游戏是我死穴，我就不排第一个了，好吗？那胡哥吧，我就胡哥来这样第一个，对，头过身过，好吧？气场那么强，准备啊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哎呀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哎呀，你呀，各位，我原以为会是我，就已经用过一次机会了，还有两次机会啊，预备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好慢，这也可以，好慢，这也可以。一二三，看这边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哎呀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哎呀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哎呀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快，二三，看这边，要可以了，过了。那一，看着我啊，手啊，一二三，看着边，一二三，看着边，看着边，准备好了，哎呦，一二三，看着边，来，这我们都过了，别怕别怕，别怕，何老师，紧张。何老师加油！何老师，就把头一甩就过了。你和我心灵是相通的。我知道，曾经我输给过你，但你现在老了。你是乔振宇他姨。我没有老。好，准备好了。我其实知道我们俩心灵是相通的。我想什么，你就是想什么。你永远都跟我是一样的。来，你先来。我有点恶心，害怕了，我有点恶心。胡哥，不是，那你刚刚你对他说的那番话，现在对我管用吗？胡哥，你记得吗？我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对啊，所以你刚说你看着他开裆裤的时候，你那时候也穿，那时候不也穿着开裆裤？开裆裤。胡哥，你让我想什么你就想什么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心灵相通的啊。一二三，看着边。没动是吗？你是不是看没有没有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是他动得太快了。没有哦，对，我也看到了，看到了吧？不是，快，对啊，他刚才也是醉了，醉了，真醉了。我们再来，我醒了，现在醒了。好，一定要跟我一样哦。一二三，看这边，永久遇到你了。好好玩，没别那么多话。二三，看这边！哎呀，加油啊！稍微等一下，胡哥刚才扭到脖子了。看这边！撑住了，刚才那下劲势太大了，太紧张。老哥，你刚才没动哎？不，没动是。